动用大律师团装模作样的跑出来告我们两个人，明知道这个案子告不成，因为他是可受公平之事，他也是有所本的评论，再者讲的也是事实。侯友宜敲黑道案最大的证人不就是赵少康吗？而中广有没有贱卖？检察官的起诉书不是最好的证据吗？再者吧，侯友宜、赵少康该不该辞中广董事长兼总经理？ NCC 的主委都说了，他也是证人了，有人证又有物证，又有所本，又是社会可受公平之事，有什么好告的？